我们台底下创作为的是什么？为什么呀？赚您的钱，不是，为的是让您快乐。要不这么下心血呢？对呀、啊，为的是让您的快乐。每一个人都需要快乐。对，花钱找快乐。我问您一个问题，孙老师。啊。人这一辈子，嗯，您可能还没有活到头，但是没有关系啊。这话真不吉利。人这一辈子啊，什么阶段是最快乐的？什么阶段是最快乐的？什么岁数？什么岁数啊？对，我觉得就是20岁左右。No， 怎么了？还出了英文了呢？因为我洋气呀、啊。这洋气不知道混沌怎么说？你有病啊！你有病啊！废话，你还我洋气，舔着个脸。分手你要啊？真行着。我要，没什么用了、少说话，北展的舞台少说话啊！我凭什么少说话呀？20来岁最快乐？对，那其实不是，那时候就精神什么精力都足呢。我觉得是小时候。小时候？哎，对了，多小啊？小时候，7、8岁10来岁那会儿最快乐，无忧无虑。啊，童年。对了，我小时候就很快乐。是吗？因为我小时候哪儿都小，你知道吗？特别快乐。您这话说的还真没毛病。没毛病，你拦着我干什么？就替您肯定一下啊。你肯他干什么？我肯。你还替我肯定，我可不爱啊。哎，我少说话啊。嗯，哪儿都小啊、嗯，好。我小时候哪儿都小，是是是，小鼻子小眼儿，哎呦呦，小胳膊小腿儿，小心眼小胆儿，我、哦、胆儿也小，胆儿也小，哦啊，我觉得大家童年都差不多，哎，那可不一定，去哪儿，哥们儿，烦了，我小时候哪儿都大，可以吗？大管什么用啊？怎么不爱听了呢？总有这正义之士，你知道吗？行了，别检讨了，嗯。说吧，往下。我等他回来呢。咱没必要这么较真儿，好几千人陪着你等啊。小时候，我就嘿，好节骨眼儿，真的哪儿都小，嗯，哪儿也小、啊。哎，大家玩的游戏也都差不多，是吗？对不对？因为你的童年，我的童年，好像都一样，对不对？你的童年，我的童年，好像都一样，是吗？那当然了，不一定吧。小时候，我小时候经常挨揍，有没有？有过吧？我没有。嗯？我没挨揍。那过家家经常演儿子，有过吧？我一般演爸爸。然后头一天挨揍之后回到家，心想明天我一定揍他，然后第二天见面撒腿就跑。有过吧？跑不动，拿水管子滋你爸爸，你爸爸揍你一顿。滋你爸爸？怎么这么损呢？这孩子，你爸爸揍你一顿有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把胳膊吞进去，甩胳膊有过吧？你爸爸揍你一顿？没有。捉迷藏藏起来，藏一整天，然后你爸爸把你找着之后揍你一顿有过吧？没有。我明白了。明白什么呀？你没爸爸。我从根儿上没的，哥，这是你肯定啊，没有啊，不可能。您这游戏我们都不玩，啊，你的童年我的童年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咱生长环境不一样。那架大炮你会吗？架大炮啊？不会。你别骗我啊！不会。来伸手。什么呀？架大炮？哦，架大炮啊、哦？会吧？哦。架花轿会吗？架花轿什么？哦，就这个。小时候我太重了，他们不带我玩。哦，是这样是吧？哦，对，你攥着我，不对，是我攥着你，你攥着我。对呀，你攥着，对，这是他错了。嗯，哦，这个，架花轿吗？嗯，对，我小时候经常玩这个。啊，净跟小姑娘玩了。谁都玩。
谁的玩意儿？因为我们家住在北京那个那哪儿？哪儿哪儿哪儿？您要但凡住在北京，馄饨不能说不对，对不对？咱说实话行吗？您住北京哪儿哪区？北京人嘛，北京人嘛。北京哪个区？你告诉我。崇文嘛。崇文啊，崇文区哪儿啊？哪胡同？几排几号？就是现在的那个亦庄吗？崇文改亦庄了。我河南人。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？嗨，真行，这人想让自己显得那个诚实一些，但是没有关系啊。你先诚实一点就行，还诚实一些干嘛？没关系，小时候在村里啊，经常玩。怎么又走一个呀，大哥？大哥，哎，穿的还挺洋气。这不爱听的，这都是。还挺胖，那个胖是好事，好事。是，一会儿他就回来尿尿去了吧？你管着管不着你，希望你成功哦。那个，废话。小时候，啊，你小时候怎么着？小时候玩很多小伙伴。啊，小伙伴，但小伙伴们逐渐长大之后呢，就出去打工，就务工去了。打工可是打工，有的人很赚钱，有的人不赚钱。这分人还。有的人出去三年，啊，赚了3000。哎呦，这可够苦的，这个。稍微差点。哎呦，有的出去8个月，啊，挣16000。八，那还行。聪明一些。聪明点。哎，有的出去3天，挣300万。这怎么挣这么多呀？回来就给毙了。抢银行去了是怎么？他不一样，他不一样。哎，好家伙！我父亲那会儿啊，你父亲也这么比划着吗？不是，嗨，我父亲那会儿，嗯，就在村里。哦，父亲。嗯，经常出去打工，去过广州，哎呦，深圳，哦，去过北京，去过很多的大城市，见过大世面。但是一事无成。你父亲？嗯，就在村里呢找了一个工作。村里还能有什么工作呀？哎，村里很多工，看坟。你们村有坟吗？我们住的小区不合适吧，对不对？就你们，就我那边村里的坟地是吗？回来了，大哥，成功了吗？都在这，行了行了，你别问这，不是你们村里的坟地干嘛还得看坟呢？看坟得有专门有人看着，有的人专门偷供果。我偷这个？对呀，啊，啥都偷，哦，啥都偷。看吧，对，看着。但是我父亲从中呢发现一个商机，盗墓啊，就有点缺德了吧？挖自己村的祖坟，你会不会捧哏？你会不会捧哏？你咱不是说我不灵吗？对不对？你不是要换搭档吗？我也觉得我挺刺的，知道？你别动我，骚扰我，知道吗？这职场骚扰，知道吗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你这但凡那沙皮赢你了，你都不这么说。你看，就耽误我俩观众走，一下走俩，早了点吧？什么表情？看坟，从中发现一个商机。什么商机？他发现很多人上坟的时候啊，嗯，经常嘴里念叨，念叨。哎，希望那边怎么样？希望那边怎么样？也告诉这边怎么样？其实呢，是一份精神寄托，就是追思一下。哎，我父亲发现一个商机，嗯，他的意思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就是这边的话能告诉那边，那边的话能够传递到这边。你父亲要当中介呀？类似，这不就封建迷信吗？这类似，其实就是为了双方都开心。哦，两头骗，尽量少说话。双方都让不让我说，知道吗？所以说我父亲就在村里呢成立了一个唱诗班。对，又成立之后呢，要点脸，要点脸，要点脸吧，还整个洋词儿，还唱诗班。你会，你看得懂这圣经吗？你还唱诗？你看你唱什么唱啊？你跟圣经有什么关系啊？废话，唱诗班穿成那样，黑的白袍，大白领，哦，就跟那儿。不用唱诗班吗？嗯，对着尸体唱歌吗？就传递吗？唱诗，给尸体唱出诗班来。
踢你。停的时间够久的了。我踢你。什么玩意儿的都是。唱诗班。哦，唱诗书班了。哎，就在村里成立了一个唱诗班。村里还有干这个的。那当然了。哦、你还别说啊，真死人了。啊、哦，村里死人了。死了。哎呦呦呦呦！真有人请我父亲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还真不开眼。有这么老两口。哦，老两口子。嗯，老爷子去世了。哟，老头死了。啊，就剩老太太。老太太性格呢比较开朗。听说村里成立了一个唱诗班，就把我父亲请过去了。打算新办啊，我父亲就去了。是，但是我就去了。怎么还带着儿子去呢？还是让我消息消息嘛。哦，家传。进屋一瞧，已经挺好了。老头啊，头冲外，脚冲里，对吧？脚冲外，脚冲外啊！我小，我没注意。然后呢，都弄好了，盖一白单子。嗯。老太太在这坐着，我父亲就走过去。是。老太太，你看你有啥想表达的没有啊？你看想表达的没有啊？我也没有啥想表达的。啊、嗯，我想叫他慢点走。慢点走。等等我。哎呦，俺俩过了一辈子了。哎呀，我想他。你看感情还挺深。对呀、啊嗯，感情挺深啊。中，拜官了。啊，拜官了。拜官了。嗯，我父亲往这一跪。你等会儿吧，怎么还得给人跪去？哎呀，就是一个小细节，我让人觉得虔诚点，虔诚一点嘛。我这给人当孝子去了，这是，往那一跪，嗯，你什么呀？闹鬼呢吗？这不是？你也说了斋，哎呦，我也说了斋，死一狐仙儿，这是。喜怒哀乐一起，那个都到那心头来。鬼也不是那鬼，还真适合这河南话。怪也不是那怪，牛鬼蛇神他倒闭。正人君子更可爱，笑中也有泪，乐中也有爱，几分庄严几分诙谐，几分玩笑几分那个感慨，此中滋味，这不就是骗钱吗？谁能解得开？谁能解得开？谁能解得开？唱了一个《聊斋》，大概行的意思。谢谢。没想到还能引起掌声。啊、本家鼓掌了，你们。本家鼓什么掌啊？来。老太太，你还有啥想表达了没有？我刚才唱了一个聊斋，就是想把他弄过来跟你聊一聊，啊。哦，把老头弄过来聊聊斋啊，这是。好的嘞，聊聊斋是这个，真能骗人是。这个意思啊。嗯。我只是想送送他啊，想送送他。还想送送他。中，拜官了。呀，又来一遍。嗯，老头听我说。什么？老头听我说。你还有前提。嗯。死根儿，您等会儿，怎么听着还有句英文呢？什么死一个儿什么？什么叫死一个儿？一个点缀，还点，这是见过大世面啊！这是那是，我还点缀啊、哦！这唱什么呀？我听听，唱送送他。亭外古道边，嘿，芳草碧连天。对，就那岁数人还知道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哎，这个没有口音、啊。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哎呀，一壶浊酒尽余欢。哎呀，今宵别梦寒。你看看，送走了。老太太，你听懂了没有？啊、这是啥？听懂了。这是送别啊，知道。李叔同的送别。别介绍作者了。意思是啥？意思是你送送他的意思。
啊，是是是是，听出来了。唱听晚古道边，哟，芳草碧连天。那那是这么唱的吗？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哎呀，山外山，嗯。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哟。我说不用老家话唱呢。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角半零落。啊，知角半零落。知角半零落，一壶浊酒尽玉尽玉环。现倒嘛，一壶浊酒尽玉环。今宵别梦汉。哎呀，知道吧？这是送别啊，这就是送别了啊。哦，你还有啥想表达的没有？我还有，说吧。哎，你爸能耐够大的。那我想跟他一块儿走。啊？我想跟他一块儿走。哦，一块儿。嗯。老太太。想跟他一块儿走。啊。中，别管了。这就别管了。我父亲往那一跪，张嘴唱上。这一块儿走都有辙。嗯，老头听我说。啊，老头听你说。四根。哎。又死一个、嗯、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，从来没有这样要求。你爸爸这嗓子不应该找不着工作呀、哎、看坟取财了这怕你难过转身就走、嗯、那就这样吧，我会了解。才知道这歌是白事的。老太太，你听懂了没有？嗯。唱的是啥？啥？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？就别翻译了，就。从来没有这样要求。哎呀呀呀！怕你难过，转身就走。嗯。那就这样吧，我会了解。行了行了。嗯。你还有啥想表达的没有？我还会别的。我没有啥想表达的了。哦，仨歌够。我想问问他有啥话跟我说没有？哦，老头要说什么呀？中，别管了。哦，这也行啊，可以可以。哦，这边地话。嗯，老婆听我说。哦，老婆听他说了啊。你说了斋。你等会儿。干嘛老？说了斋。死的是个复读机是怎么着？你那意思他父亲回来了？没听说过。你这玩意儿，你爸爸在村里就干这个。哎呀，接下来的词儿是老头唱给老太太的。行了，不用解释了。动也不能动，这废话死了，动诈尸了那个。也要看着你，我说头冲里呢。知道肯定你是真的，啊，知道不能呼吸，掐老太太脖子了这是。让我们，啊。形影不离，一块埋吧，一块埋吧。老太太，你听懂了没有？啊，他动也不能动。废话死了。也要看着你。也死不瞑目。知道肯定你是真的。怎么呢？知道他不能呼吸。废话。让你们啊，形影不离。准确不准确？哎呀呀呀呀！刺激不刺激？真瘆得慌，听着。好听不好听？这是还行唱，他动也不能动，也要看着你。知道行了，行了，是真的。知道他不能呼吸，让你们形影不离。咦，那老头骚累很呐。这句话说老太太心坎里了。你说人家死鬼干嘛呀？这，你这挣钱来唱诗呢？你这说的老太太甚至呢没有那么难过了。他老头死了，啊。你爸爸过来唱四首歌，老太太不难过了，你觉得这玩意儿合理吗？合理啊，合理啊。哦，他动也不能动，也要看着你啊。行，知道肯定你是真的。哎呀，这多心死了，可不。哎，哎呀，这买卖成了啊，成了，四首歌都挣钱了。老太太交钱，我是真高兴啊。呀呀呀，我是真高兴。是，我父亲拿着钱回家了。哎，无巧不成书啊。怎么呢？第二天我们村又死一人。我有点怀疑你父亲的动机了，怎么天天死人呢？没有天天，没有天天。嗯，哎，这家巧了，也是老两口，去世的也是一个老爷子，那更怀疑你父亲了。怎么光死老头呢？离昨天那个董老太太呢很近。哦，老太太姓董。哎，昨天的老太太姓董。哦，董老太。哎，也请我父亲去了。哦，我父亲带着我就去了。那这活还挺多。到那儿一瞧，嘿，昨天那个董老太太也在。哦，老太太给你介绍的吧？哎，
跟今天那个老太太俩人正在交流呢。哦，俩老太太。老嫂子呀。老闺蜜这是。她一会儿都赖了。啊、嗯。累了，这事成了，你别管了，就这个事成了，孩子乖。啊，还什么？孩子乖是什么？还就是河南人的口头语。哦，你不懂，你不懂。我懂不了。你别管了。嗯。你想表达啥，他都给你唱啥。还没介绍呢。我父亲过来了。老太太，你看都已经听好了，拜布单也盖上了、嗯。你有啥想表达了没有？嗯，我没有啥想表达了。嗯。嗯，我想叫他慢点走，等等我。董老太太说都一样、嗯、你看跟我昨天表达了一样，先叫他等等我，是等等我，死老头可不都这样吗？中，大娘你别管了，我父亲往这一跪，又给人跪下来、嗯、你也说了还是这片儿，我也说了斋，喜怒哀乐一起那个都到那心头来，如果不好听我就不唱了啊。老太太，我唱的是啥？聊斋，想叫那老头过来给你聊一聊，就聊斋，不用翻译，聊一聊啊。是那你有啥想表达了没有？有什么？嗯，我想送送他。中，别管了，别管了，老别换了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你也不上了星河。芳草碧连天，跟星河有什么关系？老太太，你听懂了没有？这是啥？这是送别，李叔同的送别。行了，别介绍了。董老太太说：“对啊，这是李叔同的送别。”昨天敲锣边的了，你看，昨天唱过一回了。哎呀，啊，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晚风拂柳笛声颤，夕阳山外山，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角半零落。以后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这董老太太像昨儿死了老伴儿了吗？老嫂子，这是送别。哎呀，送别，你还有啥想表达的？你说吧，说吧。他随时都能怼。哎呀呀，啥都能怼，啥都能唱、嗯。那我想跟他一块儿走，你看，跟我想的一样，我也想跟他一块儿走。你俺老头你想跟他一块儿走，弄啥？行了，不是跟错了。昨天俺老头也是、啊，是是是，我想跟他一块儿走。哎呀，嗯，别管了，别管了。你少说两句吧。我父亲往这一跪，你爸爸净给人跪下了。嗯，怎么唱来着？回家晚上就不默默活吗？你说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？从来没有这样要求，怕你难过，转身就走。那就这样吧，我会了解。老太太，你听懂了没有？老嫂子，你听懂了没有？这啥？这啥？能不能让你陪着他走？从来没有这样要求，怕你难过，转身就走。那就这样吧，他会了解。你还有啥想表达的？你说吧，随便说。我想问俺老头有啥想跟我说的没有？中，别管了，马上扫起来。死老头都是扫起来的。我父亲。嗯。动也不能动，哪儿这一套、啊、也要看着你，俩老头一合法，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不能呼吸，让我们形影不离。老嫂子，你听懂了没有？他动也不能动，也要看着你，直到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他不能呼吸，让你们形影不离。准确不准确？哎呀，刺激不刺激？是骚气不骚气？就会这四首歌。这个老太太也很开心。嗯，这个事儿又成功了。我合着每天就这四首歌，又成功了，开专场似的。怎么？你少说两句啊！我的节奏在我自己心里啊。这个转过天来又死一位，你们村怎么净死人呢？巧了吗？要么怎么有这段相声？哎，但这回呢，死的不是，哎，死的也是个老头、哦、但是不是老两口，那是父子俩。儿子给他操办后事，儿子哭爹。对呀、啊哦，儿子给他操办后事，我父亲心想，肯定得找我来呀。啊，有名了，这没有问题，我在村里传开了，唱诗班的乐师傅。哎，等了一上午没人来请，等了一下午也没人来请。哟，到了晚上，我父亲实在是坐不住了，心想，怎么还不请我来呀？这到手的活啊，我得自己去看看。啊，上门了。我父亲来到人家小伙子家里啊，一看，昨天的董老太太也在。董老啊。给你介绍活了呗？不是，董老太太说了，小伙子，你有啥想表达的没有？老太太听两天会了，你说吧。
你说这玩意儿你们这买卖太好干了。你说吧，你有啥想表达了没有？哎呀，唱诗班的董老太太，大娘，我也没有啥想表达了。我想叫他回来。啊，让父亲回来。啥呀？啊，让他爹回来。你想叫他回来？对，跟你们不一样。这样吧，小伙子。啊，你是不是想跟他一块走？凭什么呀？那是儿子，那是。我没有想跟他一块走啊。又不是老伴儿。中。别管了，你是不是想送送他？要想送送，送送他都可以，中，送送他。嗯，中，别管了。哦，别管了。长亭外，学的还真快。道边芳草碧连天。不是你爸爸这一点劲没有。晚风拂柳笛声残。小伙子，这是啥？这是松鳖，李叔同的松鳖。词儿都一样。古道边芳草碧连天。哎呀，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上万山。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觉半零落。这是送别哦，你还有啥想表达了没有，小伙子？说吧。这钱太好骗了。我想叫他回来。哦，你是不是想跟他一块走？凭什么呀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想跟他一块走啊。非得跟他一块死？我俩，我想他。哦，想父亲了。我俩这些年不容易，相依为命不容易。是。他自己走了，我都不知道因为啥。哦。我想叫他回来呀。想叫回来。我想叫他回来。嗯。来吧，老太太，考验你的时候到了。想叫他回来？不想去，想回来了。中，别管了。老太太，怎么意思？天边飘过故乡的云，归来吧，归来哟。比你爸爸能耐大呀！别再四处漂泊。小伙子听懂了没有？归来吧，归来哟，别再四处漂泊。意思是先叫恁爹回来。哦，准确不准确？你还真好，对不对？嗯，你还有啥想表达的？还有什么呀？我还想叫他回来。啊，还想回来？你跟他一块走吧。凭什么呀？我不想跟他一块走，我想叫他回来呀。走那词儿熟是怎么着？想叫他回来，中。啊，中，嗯，别管了，还是回来啊。你快回来，我一人承受不来。你快回来。小伙子咋样？虽然我没唱上去，但是意思是，你快回来，我一人承受不来，知道吧？这歌以后我怎么面对这些歌？表达了咋样？准确不准确？这太准确了，刺激不刺激？哎呀，你还有啥想表达的？还有什么呀？我还想叫他回来，还想回来，还想叫他回来。嗯，咦，我回来可没有真多呀。哦，回来的歌不会了，别管了。老太太还行。来呀，快活呀！哦，这个不中，这个不中，色诱不行。但是差不多了，我可能开窍了，孩子乖。哟，老太太开窍了。你先叫他弄啥？我先叫他回来，中。还是回来啊？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周杰伦呐，流着血奔跑，回来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老太太可以呀、啊，小伙子听懂了没有？啊。还记得你说，还记得你说家是，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。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，回来吧，回到当初的美好。老太太还蹦了一下吗？好的了，回来吧，回到当初的美好。老太太能耐大了，这样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嗯，你看。那老头活了呢，回来了没有？没有，大年底多不吉利。你还有啥想表达了没有？还有什么？我还想叫他回来，我还回来，还想叫他回来，还想叫他回来啊！中，别管了，别管了，我已经开窍了。老太太又编什么呀？孙雷的他，我快回来吧，这雷才是坏了老家。这都什么味儿啊？这都，咋了？怎么这么难听呢？啊？这难听啊？这到底是哪地方方言？这是？小伙子听懂了没有？啊，听懂了没有？这他唱的是啥？是吧？孙雷的他。什么？孙雷的他，孙雷的他，快归来吧，
这雷菜是一坏了老嘎，真难听啊，这的孙雷的他快反归来吧，这雷菜是一坏了老嘎，老嘎、啊、哎，你还有啥想表达了没有？我能耐了，随便随便、来了。那我也不想叫他回来了、我先问问他用啥走啊，因为啥用啥不想活了？为什么不想活了？为啥不想活了？为什么不想回来呗？这一下给老太太蒙住了、想了半天这怎么办啊、就这会儿我父亲出来了、我父亲一句歌词就给他解决了、解决了啊！我父亲这么唱的。怎么唱的？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，死透了